人要有敬畏之心。我们只能说，天下的事难说得很。人对宇宙的理解是5%，所以很多事情是未知的。不是宣传迷信啊，不是说什么，但是这种事情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个名词，叫一语成谶。我90年代认识一个朋友，海淀的老曹，啊，老曹我们一块儿吃饭，哎呦我老曹，你这状态真的好，红光满面，红光满面，这个寿星眉，这眉里边长出几根的，这叫毫，眉毛里边长出几根叫毫，代表长寿，大耳朵垂。哟，我说老曹，你真棒，你看你这馅儿这样拍戏就多好看，啊，关键你这整个这气势，你这是长寿的相貌。哎，不，你别跟我说这个，我最不相信封建迷信，啊，我也许今天晚上就死了呢。转天来信儿，当天晚上死了，心脑血管，当天晚上没的。你说这个玩意儿，一语成谶吧？包括我师傅侯耀文先生。去世前啊，那个我埋在天津录像，完事录完像他回北京，带2块手表。先生您干嘛带2块手表？我没日子戴了。这是他的原话。死之前吃炸酱面，搁那些个酱，咸了。您搁那么些酱，我没日子吃了。去世了。啊，人要有敬畏之心。为什么说过去人讲究家里要供着一块天地君亲师？因为人是最渺小的了，不要随意的就不信这个不信那个，你不能逮什么信什么，你也不能逮什么不信什么，人要把心放在这儿。抖音